Hello。안녕하세요。这，你那个依恋，来来来来，看看。哟，这怎么还真不高兴了呀？啊，谁惹你不高兴？你告诉我，谁让你不高兴了？咱就让他不高兴，好不好？有这么教孩子的吗？把人教成流氓了。哎，问你，你是不是不喜欢他呀？啊，我就看出来了。你说，你怎么让我们依恋不高兴了？啊，人家这么讨厌你，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。我不知道呀，我们不是第一次见面吗？明白了，肯定是因为我长得太漂亮，你嫉妒了，是不是？田乐，哎，你为什么接我迟到了？啊，我为什么呀？他就是因为这个老太婆吗？哎，咱不能叫人家老太婆，这样不好啊，咱叫阿姨。哎，姐姐啊，叫姐姐。老太婆，老太婆，老太婆！哎呦，你看，怎么还真生气了呀？啊，你悄悄告诉我啊，你为什么不喜欢他呀？啊，你就是不喜欢他，咱也不能这么跟他说话呀。这么说话，他该不高兴了，他该伤心了，好不好？就算他长得老了点，呸！谁老谁老了？我比你年轻多了，好不好？你好好看看，咱俩这长相明显差着辈分的嘛，是吧？还有，告诉你啊。永远都别跟孩子置气，跟孩子置气，你这智商从这儿吧唧就落到底了，知道吗？还有，告诉你，跟孩子置气永远都是你输啊！天乐，哎，他是谁啊？你怎么没和依然一起来接我？小朋友，不许叫我老太婆，要叫我阿姨。哎，对对，阿姨啊，姐姐。姐姐啊，知道了吗？你就是老太婆，丑八怪。啊，姐姐，不要老太婆。喂，哎，那个，姐姐，依然，啊，对对，接着了啊，那个我们马上到你那个楼下那咖啡厅，咱碰面啊。不许叫我。哦，好，挂了啊。老太婆，姐姐，老太婆。哎，行了，不吵了，乖啊，那咱们去找依然去，好不好？谁说我老？你要不知道，看着我还以为我是十八九嘞。对，你本来就十八九啊，别拿那照了，那把你照老了。你根本就没有依然好看嘛，林天乐，你不许喜欢他。啊？我，哎呦，你这么小就知道听姐姐吃醋了。我告诉你，以后吃醋比较多。来了，来了，嗨，梅小姐，你怎么也在呀？我今天跟天乐在一块儿，就一块儿去接了依恋。嗯，依恋，我今天加班没能准时去接你，不过好在有天乐跟这位姐姐，你是不是应该好好谢谢他们呀？嗯，天乐哥哥，谢谢你接我下幼儿园。嗯，哎，怎么就谢我一人啊？啊，人姐姐跟我一块儿接的，你怎么不谢她呀？对呀，我特地去接的你。我本来和天乐正在忙正事儿，一听你没人接，就赶紧跑过来了。你是不是要谢谢我呀？我要吃冰淇淋。依恋。真要吃啊？那走，我给你买去。来，那个，依恋挺可爱的啊。哎，不过我觉得呢，你看小孩真的不能那么宠，他现在年龄还小，以后还要上中学、小学，这种脾气肯定得受人欺负的，是吧？哎，她是你亲妹妹吗？是啊，那你爸妈生你们年龄差得够远的呀。嗯，
妈妈年龄也大了，也带不了她。你说你把她带出来，你还要拼事业，也管不了她，她也挺受罪的呀。啊，当然了，这跟我也没什么关系，我就是关心天乐。天乐平时也有自己的事儿，也不能随叫随到，你说对吧？对，以后我会跟天乐安排妥当时间的。好吃吗？天乐给我买的冰淇淋最好吃了。真会说话。嗯，你是不是个乖孩子啊？我是乖孩子呀，怎么了？那你以后可不可以别跟那个老太婆一起来结婚了？人家不是老太婆，人家有名字，人家叫梅兰妮姐姐。哎，你告诉我，为什么管她叫老太婆呀？嗯，不喜欢。我只喜欢你和依然一起来接我。那我问你啊，那你是不是乖孩子呀？当然是啊。那我觉得啊，今天依恋呢做的不对，不能给人起外号，你不能叫人家老太婆，人喜欢你才跟我一块去接你的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待会儿我觉得你回去了，你得跟梅兰妮姐姐说声谢谢，行不行啊？刚才说了你是好孩子吗？啊？好吧。那行，来拉钩。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啊！哟，还盖个章啊？行，好嘞。那咱一边吃一边往回走。行，走，这是乖孩子啊。嗯。不过我要是没记错的话，你应该是谭少宇的女朋友吧？对，那个我只是出于关心天乐嘛。再说天乐也是少宇的朋友啊，高兴了。我不高兴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是林天乐的女朋友，我又这样关心天乐，所以你就觉得有点不高兴。我很理解你的担心，我也希望我们能成为朋友。天乐呢，他人好又很仗义，以后有什么事情还需要你们多帮忙呢。会的会的，我相信我们也能成为好朋友。我跟爱宝、雷雷他们相处的都很好。不过什么？不过谭少宇，就我男朋友那天你见过的，他脾气有点怪，可能不太好相处，但是我相信只要你在他身上多花点心，你们俩一定能相处得很好的。回来啦，好吃吗？刚才跟你说什么来呢？你是不是得谢谢梅兰妮阿姨啊？谢谢姐姐今天来接我。哎，这就乖。哎，依然，你想吃什么呀？我帮你点。时间也不早了，要不咱们回家吧。我们回家吧，好吗？嗯，回家了。成，回家。来，我给你拿书包啊，咱们把书包背上。走吧。嗯，回家家了。刚跟依然聊天，我觉得特别特别多疑点，咱得好好查查。知道了，低调啊，啥都不造。吃晚饭了。哎，依恋呢？他可能白天玩累了，这会儿睡着了，等他睡醒再吃吧。是玩挺疯的今天。你跟谭少宇的女朋友熟吗？不熟啊，怎么了？啊，我就是想跟你提个醒儿。别跟人家女朋友走那么近，省着别人说闲话。你就为了跟我说这个？其实那天咱们去谭少宇家，你同意让我做你女朋友，
我还以为你是想借这个机会跟我表白呢，可能是我想多了吧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不介意，你帮了我这么多，回报你是应该的。哎呀，这事儿算我没考虑周到，下不为例，对不住啊。不跟你说了啊！哎，听这动静，他应该出门了，我赶紧跟上去了啊！行，带上相机，要物证啊，物证。我知道。我已经跟到公司门口了，我用跟进去吗？跟进去呀、啊！还有呀、啊，我告诉你，你们大学是在一起的，没有依然。啊！高中我也查了，也没有依然。依然没有出过国，那他和少宇就没有同学关系啊？人怎么认识的呀？行，我知道，我先挂了啊。谭总的吗？我找谭少宇。啊，好的，帮你找先。哎，别，那个，我找他没什么大事儿，想给他一惊喜，那个不用惊动他啊。好，那要不您请便。哎，好嘞。
哎，干嘛？偷拍呢？没有，你这景儿挺不错的，我取点景儿，以后万一拍什么片子，我来你这儿拍，挺好的。前台说你来了，找我干嘛？我找你吃个饭。走吧。走啊。鬼鬼祟祟。没有，就这儿景儿不错，挺好的。下午有会，吃多了的话犯困。哎，我发现你吧，有时候对自己啊挺狠的。哎，上大学的时候，我记得你一天背80个英语单词，一坚持就是4年。哦，还有一回，大二查出你什么腿上有那个软骨症是吧？带了一那叫什么来着，密不透风跟盔甲似的，整个一夏天24小时摘都没摘过。所以啊，这很多人都觉得我怪嘛，不好相处，不合群。但说到这儿，天乐，我挺感激你，这么多年一直做我朋友，就你受得了。至于爱宝这小子，在背后怎么说我、怎么想我，我全都知道。哎，他吧，就是性格比较直，但是真没把你当外人啊。这么多年了，谁不了解谁？没往心里去。没往心里去。哎，过生日时候为什么不叫我们，还让人家梅兰妮给你组？跟依然什么时候结婚？你跟依然什么时候认识的？这美兰妮吧，最近也挺怪，神神秘秘的，抓不着人，早出晚归。我就寻思着吧，是跟你走得挺近。大学毕业之后呢，你就出国了，这几年呢，咱也没联系。中间发生了什么事儿也没听你提过呀？不是，刚才呢，问你跟依然，我没别的意思，我就是想提个醒，你是快结婚的人，不能什么都想要，有时候想得到的太多吧，最后可能什么都没得到。我这么多年的经验告诉我，人得知足。你想从我这儿得到一个确定答案？公司下午有会，我先走，不等你吃饭啊。我用了一天时间，冒着几次被敌人发现，甚至有可能牺牲的危险，我拍到了这些。都有什么呀？你好好看看呀！哎，在我拍的这段时间里面，谭兆宇一共看了1.16次，依然看了谭兆宇10次，平均每次都看好几回呢。够精确的啊！那当然了，对我来说这都小意思。你的意思就是说平均？每小时谭少宇看依然2到3次，代表什么呀？哎，这不代表什么吗？准确来说，真的不代表什么。谭少宇看依然的时候，依然是不是都在动，都在工作？在生物界里面，动物对活的食物是有本能的注意的。哦，哥你那么说，要是换我坐到依然那位上去，谭兆宇也能看我好多次，啊，没准比这还多呢。照你这么分析的话，他俩人就没事儿呗。那也不一定，你说说还有什么别的发现吗？后来吧，我被发现了，啊，但我假装啊，说是来找谭兆宇吃饭的，但吃饭的时候呢，聊了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，但是我总觉着啊。他好像在暗示我什么？说什么来着？说的都是胡说八道、乱七八糟的吧？哎，但是啊，我问他的问题，他都没答；他问我的问题呢，我也没答。但
但是问题的核心都是依然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他什么意思了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让你远离依然，然后珍惜我。嗨，什么乱七八糟都是！哎，怎么每次我分析问题的时候，您都带着强烈的自恋情节呢？什么自恋情节啊？我这是严肃客观的分析问题。那你说他什么意思？他要你珍惜谁？珍惜谁也不能珍惜你啊！哎呦，你可别自作多情啊！开个玩笑，我还不惜的让你珍惜我呢。行。那是不是咱们俩的切入点有问题？啊？难不成就这么放弃了？你呀，让我好好想想啊。哎，你是不是该回去了？回去晚了，谭尚宇要把你解雇了，我告诉你又无家可归了啊。那我先撤了，好好想想。姐，你去那边忙吧，这我来就行了。哎，你好，我们这儿那新品呢，经典都在这上面呢，您随便点啊。哎，去哪儿啊，先生？今儿这儿不能坐了，等会儿有人包场，您要坐的话，只能去外边了。外边今天太热了。但是，这不还有人吗？不，人还没到呢，到了马上就开始了。先生，不好意思，如果你要觉得外边特别热的话，你就只能考虑去其他地方了。抱歉啊。冰美式。开心的，喝咖啡，晒太阳。那倪姐，你不能不管吧？他在那条可待半天了，他静静挺好的。丹姐，要不咱出去吧。
说你们俩一个在外面晒太阳，一个在屋里闷着，这都好几个钟头了。就不明白了，他弟为什么那么防着我呀？他怎么那么听他弟的话呀？这有些事儿啊，你得自己琢磨，不方便说。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啊。什么事儿啊？今天周末答应我什么来着？行了，知道知道啊，我换完衣服就过去。好啊，拜拜。我床头柜上的小铁盒呢？什么铁盒呀？小铁盒。什么样的铁盒？我放这儿的铁盒呢？我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？这房间只有你和我能进来，你不知道？怎么就我能进来了？不能是贼偷的吗？那么宝贝干嘛不收好呀？这谁都能拿走，凭什么是我拿的？我不知道。没问题。我提醒你，这房子是我的，我是看你可怜才让你暂时住在这儿。但自从我的同情心爆发的那一刻开始，你一刻安宁没给过我，所以，请你现在离开，现在。早上收拾屋子的时候，把它放在柜子里了，满意了吧？一大清早，喊什么呀？好心当做驴肝肺，外面人没有人理你，你活该！
谭总。啊，对了，今天下午要开会，你先准备一下材料吧。啊，好的。骑这是什么？穿的这叫什么呀？怎么样，特好看吧？为今天准备的。好看什么呀？哎，咱这是环湖公路骑车，您骑这个穿这个不等于作死？你说这瞎嘚瑟什么？瞎臭美什么呢？怎么了？我就爱嘚瑟臭美，管得着吗你？管的就是你，要想跟我们骑这公路，骑我车。我才不要呢，那么难看，不骑。不骑是吧？不骑。不骑，那你回去吧。嘿，你有没有搞错啊？今天是你死乞白赖叫我过来的啊！你既然答应了参加这个活动，你就得遵守活动的规定。我给每个人发了电子邮件，说好了规章制度，您看了吗？啊，我让几点来，您按点来了吗？我让骑什么车，您骑了吗？你看看人家。人穿什么装备，你穿什么装备，就不穿人家，你穿成我这样也行。你说你这样，你说你干嘛来了你？烦不烦呀？更年期吧你。啊，行行行，你骑不骑吧？不骑。不骑你回去。回去就回去，我才不愿意跟你玩呢。你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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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大小姐脾气犯了吧？我就知道你骑不了一圈，骑这车来故意的吧？是不是？故意给我看的吧？你要说你骑不了一圈，你就认怂。扭什么呢？老太太扭秧歌呢，是不是觉得硌得慌啊？明珠顾问是吧？啊，跟你说啊，有这种车，能不骑就不骑。这种车骑多了，人就变笨了。你看看我现在骑的，哎，骑这车连平衡都没有了。哎，趁着神志还清醒啊，赶紧回去把这车送人吧，货给别人去，要么就当二手车卖了。哎，等一个。哎，又干嘛呀？拖鞋干嘛呢？不嫌地下脏啊？不脏，还接地气儿。拿，帮我装着。哎，咱俩聊聊谭兆宇，你和他相处了这么长时间。觉得他这人怎么样？咱们能不聊他吗？多扫兴呀！我跟你说，谭少宇他就是一怪咖。就是早上我好心好意给他打扫房间，结果只不过就把他一个小盒子稍微挪了一下位置，他倒好，自己没找着都炸了，给我嚷嚷，多大点事儿啊！你找不着好好问我不行呀？服了他了，再也受不了他了，讨厌。哎，他那人吧就那样，你心里呢不知道藏着什么底线啊原则什么的，不知道你哪天触动他哪根底线哪个原则，就给你炸了窝了，习惯
啊，习惯就好了。还习惯？谁习惯得了他呀？习惯他我都被气死了。行行行，不生气不生气，聊点别的，聊点别的行了吗？说真的，今天还是我们家出事以来我真正开心的一天。空气还挺好的。没错，没蒙你吧？嗯。其实，在这座城市里，像这么安静的地方已经不多了。有的时候心情不好，骑着单车绕着这湖啊转上一圈，真的，心里甭管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，一下就都过去了。是挺开阔的，嗯，心情一下就好起来了。我决定了，我要赶紧去找工作。啊？什么？找工作呀？你有合适的也赶紧通知我，我要尽早自立。哟，什么时候变得上进了？穿高跟鞋，但其实没什么用，也挺累的。现在真把这鞋脱了吧，才知道照照地气儿是什么感觉。了解你啊，这我要不找你吧，你肯定不会来找我。什么意思呀？好好交代吧，这一天都干嘛了？把我女朋友拐哪儿去了？哎呦，您这说的是哪个女朋友啊？别装傻，就那一个，就是那个今儿跟你在一起待了一天那女孩。哎，我今天是组织这户外活动，叫她来一起参加，又不是我们俩人，还整个一车队呢。真没事儿？真没事儿。你什么人我知道，我其实找你来呢，其实就是给我俩当一个和事佬。啊，他今天跟我说了，你们俩是怎么着，吵架了？你看，还是跟你关系很近嘛，什么都告诉你。是啊，吵架了，这跟我杠上了，也不理我，而且走那架势吧，感觉像是要离家出走。人家是一女孩，真要是离家出走了，出点什么事儿，你是不是得对人负责任啊？啊，我觉得这事儿啊，你还得跟人当事人啊当面沟通啊，人家肯定是嫌你管事管多了呗，干涉人自由了。你呀，别老拿你那套豪门深宅的规矩要求人家，那毕竟以前那地方是人家自己家啊。行了，这事儿要不这么着，我做个主，把你俩呢约出来，我跟你们调解调解，好不好？听你安排吧。啊，对了，你这跟依然怎么样？挺好的。哦，我就在想，实在不行你这把依然也就带出来，咱四个一起吃个饭呗，有女孩在咱沟通也顺畅一点，否则咱们两个男人之间跟她在那儿没有默契的话，谈崩了怎么办？你说把依然也叫来？对啊。那俩女孩，那调节这种事儿让女孩来不合适吧？有什么不合适？他俩之间有什么事儿啊？他俩之间倒没什么事儿，就是，哎呀，你就别就是支支吾吾的，给个痛快话行不行？方不方便？行，方便，你想叫我就帮你叫他呗。说吧，找北小姐出来什么事儿啊？我就想问问你，你跟少宇吵架都吵到一什么程度啊？也没听你说有多严重啊？怎么少宇跟我说你还要从家里搬出去啊？为了说他是吧？那行，咱俩没话，我先撤了。哎，别，人家少宇呢，专门来找我说你俩吵架了，让我呢给调解调解。本来说的都挺好的，突然间跟我说，说呢，让依然也来，我就有点蒙圈了。你是说一会儿他们俩一块儿来？啊。哎呦，林先生，那你心够宽的呀，女朋友让别人带过来啊。
能不能别有一搭没一搭的说呀？好了，开个玩笑，咱俩都是看戏的。我不觉着你开玩笑，我觉着人谭少宇没准就是认真的想把你哄回去呢，是吧？我觉着你呢也别跟他闹别扭了，人谭少宇挺优秀的，我觉着你俩就这么幸福的生活下去吧，挺好的。看着我。干嘛呀？看着我眼睛。啊，我看着呢。我眼睛看到的，就是我想要的幸福。你这干嘛呀你？